所以善导大师的话我们应该要相信啊。他怎么说呢？观经书另有一节，为无力报法不得往生者，奈佛指我之意，方便之说。这意思不是真的啊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止恶莫作的意思。这个罪太重了啊！阿弥陀佛这句佛号，连这样的重罪都能得度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得度的？这句话意思就是净土法门信愿持名，什么样的罪孽都可以得度啊，是佛指悟的意思，是方便是说。下面是大师的原文啊，疏云，疏云就是善导大师自己写的，此意两就一知门中解，是帮助我们呢知恶向善，不造这个罪业了。说如四十八愿中，除爆发无力者，然此之二业，这两种，一种是方法，一种是无力，其障其重，众生若造，直入阿鼻，历劫周章，无有可处啊！真是太可怜了，造这种罪业。那么现在这个时代，造这种罪业的人多啊，煞父煞母在古代呀，太稀有了，几百年难得有那么一两次啊！现在太多了，我们在一生当中啊，常有所闻。啊，干这种事情都是堕阿鼻地狱的。啊，所以但如来恐造思二故，啊，恐怕众生呢造这两种罪业，就是无逆罪跟毁谤佛法，去方便之言，那只非常肯定执着的不得往生。意思叫他决定不能做，你做了决定不能往生，是方便语啊，是山桥方便，不是真的啊。真的怎么样呢？真的还是得度。下面一句就说好了，算了，也不是不是也，这是摄受啊，就是戒烟的往生啊。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啊，认真努力向佛，佛还是度他啊。真的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，临命终时佛还是会戒烟他。若造还是得生啊。
虽得生彼，化何精于多劫？啊，这个精是过的意思，是质的意思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到极乐世界，花开得很迟。啊，不像那些修积功德的，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。他到极乐世界在花里头，那个花不开，到极乐世界了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了。啊。在莲花里头能见佛，见佛的化身。那花里面的境界比天堂还殊胜。那我们这个世界，欲界天、色界天都不能跟它相比。他在那边修行，阿弥陀佛化身教导他，陪伴他，啊，这叫能生。到他罪业消掉了，花开了，花开见佛。那么在这个里面底下的书文，此等罪人在花内时，就是花不开，它有三种障。一者，不得见佛借助身中；二者呢，不得听闻正法；三者，不得立誓供养。除此以外更为诸苦，啊，这就是他在莲花里面享受啊，啊，有没有苦啊？有苦，啊，不能见佛，不能见圣众，啊，观音师智、文殊普贤这一些等觉菩萨，以及一些。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就是十宝图里的化身大士，他没有缘，他见不到。二者呢，不得听闻正法。啊，如果他能够老实念佛就行，念佛消罪业了。经上说，至诚心、清净心，念一句佛号，恭恭敬敬念一句佛号，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这都不是假的。啊，你一念念一天，消多少罪业？为什么不干？为什么胡思乱想？把时间都糟蹋掉了，真可惜啊。那所以念佛这桩事情应当是分秒必争的，我有一秒钟我念一句佛号，消八十一劫之生死重罪，怎么可以把这一秒钟的时间浪费？啊，真念佛人像海贤老和尚、海清老和尚、老德和尚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净念相继，他不中断啊，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接住，真念佛人呢要这个样子，他做了榜样给我们看，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。
啊，第三种账呢，那是真的。我们前面学过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大的好处，是你能够分身，无量无边身，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啊，供佛修福报，听经闻法修智慧，福慧双修啊。啊，念念都是如此，都有这个能力啊，自己的真身在极乐世界如如不动，在阿弥陀身边，你看分身到十方佛刹，这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一桩事情。我们真想得到啊。啊，那么造作无逆实恶毁谤正法的人，他虽然能往生，这一桩圣事他得不到，必须花开见佛，他就有这个能力了。啊，所以除这个之外，其他的苦他没有。啊，我们世间人讲三苦八苦他都没有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